5月15日智孝抵达金浦国际机场。Mina 于16日更新了 IG， 发布4张照片。15日即现身金浦国际机场高清声图出炉。粉丝于13日在 TWICE 日本演唱会现场场馆外合影留念。BLACKPINK 成员 Rose 登上杂志 ELLE Korea 2023年6月刊的封面， Lisa 的经纪人在演唱会现场为 Lisa 梳理刘海粉拍出炉，粉丝纷纷评论道，这真的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啊。5月15日之素从新加坡出发飞回仁川机场饭拍出炉，